周王朝建立起来以后也发生过许多重大的事件，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元前841年周厉王南征楚国啊，他发兵征楚国死于中途，而由于周厉王信用奸臣，当时激起了一次很大的民众的反抗，导致国政啊曾经有一度有大臣执掌，就不是由周王来执掌了。我为什么要单独给大家提出公元前841年呢？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鼎鼎著名的共和元年。我们今天的国号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共和这两个字最早就是在公元前841年用于这个年号的，从此有了共和这么一个词组，有了这么一个概念。共和的概念是什么呢？有大臣和当时一些贤臣共同执政，共和能够求得一种和谐和平，这是共和的本意。而就是从这一年开始，公元前841年开始，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的重要事件都有了明确无误的纪念。到了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以后，中国基本上重大事件每一个帝王的在位驾崩时间都有明确纪念，这在全世界的文化史上独一无二。中国以自己漫长悠久的历史感和历史学的传统而骄傲，这是我们中国文化或者中华文明的一个最特殊的一点，鲜明的历史感，悠久的史学传统。没有任何一个民族，没有任何一种文化，没有任何一种文明，有如此漫长的明确纪念。换句话说，将近3000年以来，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，我们都是知道比较精确的纪念的。这一点在地球上找不到第二家。从公元前841年开始，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有明确纪念的年代。这不仅是中国人的骄傲，也是对世界文明史的巨大贡献。那么根据史料记载，周朝后来还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？周和东，王当岁，守当歌，上游岁。周这